嗨，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三票陈柏惟，也真欢喜会当伫立法院内底的主席台开这个直播，邀请大家来收看到全世界原创的这个国会空转的直播。首先呢，如果若有一个平行的时空，咱即马咧开会，咱即马咧开立法院第十届、第二会期、第四届会议议事录。时间为1809年10月23号到10月27号，也就是讲为10月27到这样时，咱有5届会议拢无开啊。那首先呢，咱先甲大家宣布各部会首长列席立法院施政质询的席次表，包括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中央选举委员会、行政院原住人员委员会。国立博物馆、客家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侨委委员会、海洋委员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大陆委员会、行政院综合业务处幕僚、科技部吴部长、行政院主计总处、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秘书、交通部、劳动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卫生福利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文化部、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教育部、法务部、经济部，就伫恁遮个即个为亲朋好友咧上班的期间吼，你会当看到咱遮是无上班的，我感觉足悲伤啊。10月23号爱开个会，到这样是已经一段时间去啊。那我当然知影各个在野党为表达意见的需求，那我想我嘛当点点爱来表达一下咱的意见。我认为立法委员的战场应该是伫另外院内底，咱针对政策，针对议案的攻防，那我想这个足正常。但是如果咱有一挂可能是政治的操作，咱会当伫外口来接受。记者的访问，伊则是伫外口，要求要甲总统辩论，我拢无意见。但是对我来讲，我做卑微谦虚的拜托，希望讲立法院会当早一天起来，转来开会。我拄则念的各个行政部会，就是咱应该目前哈，今仔日应该叫来伫遮吼，来质询来问，不管是各个在野党关心的议题，有人关心到立法院要搬厝无，有人关心到堤坝的问题，有人关心到厝遐的问题。等等，我拢无意见，恁会当自由直接表达你想要爱滴个问题。但是，我想十二道已经有较固些挂啊，直接先困呼吁啦吼。咱今仔日嘛无抗争啊，嘛无挑衅啦吼，都完全是希望用拜托的方式拜托咱这个在野党是毋是会当尽量早一日吼，让大家当回到咨询台顶悬，来针对国家的未来来讨论。因为呢，为着可能各个政党的利益，然后来罢工，迄其实毋是对台湾国会好的一件代志，这是表示讲政党的利益超过着国家的利益，安尼真可惜。偏偏伫这个时间吼，咱的台湾伫国防外交主权的部分有实质的成长包括着这个国际关系嘛咧修复包括着两岸的关系，咱嘛走向正道，有侪侪代志需要立法院。来这个质询来讨论我知影拜一三时的委员会议员有咧进行，但是真可惜，题目就固定拢迄几个啦吼。那希望讲早一日会当邀请行政院长来到立法院内底质询，我想这才是正道啦。逐天上班吼，礼拜二会看到议事楼顶悬的物件，你就会感觉讲这么侪人对咱的期待，不管是分区或者是不分区，拢希望咱会当伫立法院内底来表达咱的诉求，所以呢。得了啊！该上班也是爱上班，把政策留伫院内，把政治留伫外口。你会当表达诉求，会当受记者的访问来做政治的攻防。要，其实你要创啥话，我无意见，我袂当控制。但是拜托的，我真正足想要上班，拜托的 ，thank you。好，有700案要进行，我即马量700案，可能量到明仔载。我想一下，我看要安怎做较好。哇，这边都变嘛笑的。
好，简单来讲咧吼，艺术立程，十月二十三号爱开的会，应该十一月二十四号，今仔日拜二，目前游园还袂开，然后呢，内底拢总有700人，700人大概是这个高度啦，安尼，互恁看者，这内底有700人，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五六七八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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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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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其中，咱即马来互动，我。来，今麦报数你吼，报数你，咱来现名牌给你吼，四五四加九九九一三，四五四加九九九一四五三，一四五三加九九九二四五二，较早迄个，第一个电台，算命啦，算命，来报数你，耶，找一个数你来，我念，一到七百多少？我看一下，我不记哦，搁临时提案。三九二二，拢总697案啊！来，一到697，进来。我看到对一个数字，我就念迄个案给你听。进来，来一个数字参考者。678号，来678案。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被搁置的法案第678案，本年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议会交付。处理国军退伍役官兵报到委员会函，为1909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第四目退伍役官兵服务救助与照顾下骹的志工服务照顾农民作业预算冻结500万，定3案处理完，已经处理完啦，吼啊处理结果。要拜托相关的医生同意动支，也就是讲，今仔无开会，退保会有500万冻结的医生，我都解冻，所以后壁就我都处理来后一个数字，678打念了，来599，我安尼就拄只一句话讲了，带好迄落吼，退抚会500万胖伊啊，这就是咱另外年如果若空转会造成的问题，这是1/7的。假设大家拢500万、700万嘛，我唔知几百亿吧。好，第二题599吼，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函为1909年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协助事故紧急应变基金决议第四项书面报告，意思就是讲，伫1909年到中央总预算的时阵，这个。预算有一个决议吼，这个行政单位爱照这个决议来进行，那有可能会对着行政单位的一挂名目甲内容，处理了无好啊，所以呢，伊爱送一个新的决议，啊，那这个新的决议呢，爱经过立法院同意，啊，才会当这个进入算行政的流程甲规则内底，那因为吼。这个今仔无多开会，所以这条无多进行。这条叫做“减送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来后一个数字240。240案，本年民众党党团联及商业团体法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啊，这就是民众党有提一个商业团体法的第16条修正。啊，因为今仔无多开会，所以无多修正。来后一个数字。81，来，本议委员赖瑞龙等18人领自土石采取法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啊，这条因为今仔无多开会，所以无多审。来，后一条87。本议委员郭国文等17人领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啊，无多修正。来666。666，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着1909年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种苗改良换一场。行销的策略以及加强
原的种苗教育宣导书面报告，请查教案。这同款哦，这就是立法委员伫委员会会内底同级人的医生，同级行政单位的医生。啊，你若要用，你若有这个想要动的物件，还是讲伊有迄个主决议文呐、啊、吼，你会当共同级医生，就是甲医生并起来。啊，你达成条件了，我阁甲钱互你，这叫同级。啊，阁有一种叫简列，就是我感觉你毋免开遐济钱，比如讲武汉肺炎，啊，所以毋免出国，啊，有一寡部会伊出国的行程变作济，啊，咱就甲简列。啊，有诶叫做主决议，就是我无要甲你动，我无要甲你动工具，但是我甲你建议，啊，你爱做，吼、哦，啊，就是不代表迄落个，这个叫主决议文。所以呢，第666条是简送种苗改良繁殖场销售策略及加强园艺种苗教育宣导书面报告。欸，这件代志无开会，无法度进行。哎，我甲恁讲哦，这毋是对一栋诶。伊既然哦，这六百几条要700条，其实是逐栋拢有哦。嘿啊，啊再来就是对啊，因为咱即道即个叫算医生会议嘛，啊你像国防外交，新医生就先甲读到一工啊，啊新了搁爱上议会，搁爱来大院这边，所以正常会议一定走袂了。啊，你每年的医生嘛是爱编钱啊，吼、哦，上较基本的公务人员薪水你嘛爱发啦，所以变作如果咱啊无法度。进行的话，这个总医生是一定爱开临时会，啊开临时会哦，莫讲立委本人会忝袂忝啦，开临时会你是毋是搁爱，啊爱叫司机啦，啊爱水电啦，爱冷气啊，我无冷气是无惨的，我是惊人有人要偷冷气，进来啊，受理啦，来啦，进来，来哦。前方1-6988，1号至600-800号哦，是数理恐吓来420万。交通部函为18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18项通行费收入甲汽车燃料费书面报告，请查教案。哦，啊，这就是交通部吼，伫、哦、这个附属单位的这个预算决议文内底。哦，爱伫交通作业基金的即个第18项通行费收入甲汽车燃料费的书面报告啊，我都进行，因为今仔日无开会，来后一个数字228，莫叫扣薪水啊啦，因安尼报告咧，我有要上班，我嘛无多领薪水，安尼唔对呢，对我无公平，我拢有来呢。来，第228案，本院委员杨秋英等21人联席啊，贯穿文化保存发展条例草案。啊，这个中书委员会意见讲，请院会将本案交外交、国防、教育、文化两个委员会审查。啊，意思是讲呢，伊有一个草案，啊，要等来院会。那、啊、这个中书委员会建议讲，你爱放伫外交、国防委员会，以及着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先审查。啊，审了了后，再上院会决议。啊，这条我都进行，因为今仔无开会，来后一个数字700条，嘿，拢总698条要审。咱继续等咧，以后会愈来愈侪条。嘿，789，我甲你讲688条，你讲789，真是后话，你是无听话呢啊？来啦，进来啦，55好。55，本院委员蔡宜宜等26人领。拟具我嘛要台语要怎讲？拟主原来中华民国刑法第240条以及第24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那中书委员会意见是讲，请院会将本案交司法依法治委员会审查。啊，这条我都进行，因为今仔无开会。来后一条，进来报数字啦，刷起来。我是做准备上班的，你来看下头前迄溪啊，你有看下头前遐有人无？左前方，我这无看到啥物人，所以无伤害。你看看因迄桌顶有箱啊，迄中道凳内底食饭啊，够好，无少。来426案，等我哦。来426案，科技部函为18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
预算决议减送东罗、宜兰、宜林以及中心园区招商进行一管理局借款推催缴设施书面报告，请查缴案。意思就是，这是科技部的嘛，有可能是啊，科学园区啦，吼，苗栗的东罗科学园区、宜兰、中兴、宜林科学园区招商进行甲管理局的借款。哦，就是讲可能有欠钱爱还，可能啦，我无确定，因为我毋科技，我毋迄、那个。啊，顶事委员会意见讲爱用即个物件交予教育甲委教育文化委员会来审，啊，无多进行，因为今仔无开会。我是建议大家来遮冤家较趣味啦，大家伫遮空空吼，冷气开咧嘛是开咧，就毋是讲恁无伫个，冷气就无开，无采啦。准备装啊！666公料啊！439，好啦，最后一支啦。你啊看，我安尼念几包，你念无十条，咱有700条要处理，你啊看偌济。我袂记你拄只对一个数字啊，算啦，487啊，等下。你才487。呵呵。没啦，487啊，等下先。487，外交部函为109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配合政府办理新南向政策五大基建计划书面报告，请查缴案。经书院会意见，请议会将本案交外交国防委员会进行。啊，这条无都进行，因为今仔伊无开会。其实这只是，我来讲咧，这700万，这叫目录啊，你看这是目录，安尼，安尼才搞这目录哦，目录吼、哦。啊，伊个内底我拄只念的每一条，伊都有家己的一张还是一本的内容，所以咱有700万吼，可以啊。好啦，继续坐伫遮嘛，无意思。我讲我做辛苦嘞，我拄只完全拢无交对一个政党，还是对一个人哦，做辛苦嘞，拜托嘞，我希望拜五会当恢复开会，啊无安尼实在作弊了，大家看了嘛唔甘哦。啊虽然有人讲啊，这过去安那拄安那，迄是过去，那咱希望讲大家是一个新的时代，因为我感觉吼，我真正爱小可谴责国民党，是安那，因为恁即马咧变民进党的时阵，恁总连咱都牺牲去啊，你袂记你讲，阁有其他三个小党，阁有三小党，你讲，你占了，咱拢无法度讲话，无你嘛。我的建议是安尼，以后国民党先给我即阵，啊，我即阵了，恁较罢工，对不对？啊，无至少我嘛有讲着话，安尼我嘛较罢工。啊，你安尼用落，啊，大家拢无法度即阵。我唔知其他党团的意见是安那，但对我来讲，我着想要上班尔，足简单嘞。啊，我想要，哦，做侪代志要问行政院长的，包括电影界文的部分，你来看哦，即马讲了。咱是毋是会当针对着电影界未来的发展，包括预算编列的部分，包括着今年度咱阁有啥物件做了无够好，啊是安那吼？没有金马奖的中国，甲没有中国金马奖有啥物差别？啊，这样物件，咱会当来行政院咨询，但是真歹势，今仔无度处理，因为今仔无度开会。啊，是讲呢，有人较关心着其他的议题，包括着近明年可能疫苗的部分发展到啥物程度，那。外国的亲戚想要来台湾，那目前有啥物限制？有足侪，即马上较可惜就是咱无法度伫议会内底解说，变做媒体放风，有个人伫媒体放风声，啊，媒体佫揢即个问题来问别人，啊，说来说去，说到后壁就变做不一定，都无一个正确的、真实的会当解说的管道嘛。啊，即官方的哦，国会的电动，咱会当伫遮。甲咱想要问的物件问的，我想这都毋是歹代志啦，嘿啦，拜托诚恳建议啦，莫搁遮尔啊疲劳啊上班啊，啊无我后一道拜五换我困主席台，互恁搬。好啦，上班啦，呼吁迄落吼，不管即种动作要动，咱迄个准备一下，莫搁食嘛，歹看啦。住咧！猪为什么还没有来？有啦，猪底下面。好啦，今天先安尼啦，我等下搁研讨会。人生